乐的时刻，他肯定要加入。哎，这什么啊？看这到了，单挑啊！这两个人，哇，那下路留情啊！移动走喷，鸡啊！这枪怎么玩？无欲有何？还甩出去了，还好甩出去了。哇，这真的没得玩啊！这个，就没办法换这个枪，他小熊估计也不太清楚。这个小地图上，小北那边要接人，谁呀？周佩岩一滴血，哎，吐了。反正就是一枪头嘛，反正都是栓狙打一枪头嘛。那也是。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边这个侧身，哎呀，看到了。手雷逼出对方的位置，然后枪线辅佐一下。直接打，带走吧。OK， 我这个是三级头吗？不知道，刚才打了三级头，没看清啊。我们这个画面刚那这么近，哎，这个位置，小北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有个伏地魔，没人了，开过来了，哎呀，三个淘汰了，兽兽三个淘汰了，这里一个。一个。一个的话，那这个分差其实拉开了一点点。那现在其实明要做的就是直接去找实际手。嗯。啊，厕所里拿了一把 DBS， 这等谁呢？这是。等系统。可能。哎呦，狮子这边把伯良给打掉了。铁树开花烂 KK。完了，幻神。幻神出事了啊！这发生了什么，兄弟？哇！知道。知道，在大鲸头上直接就怼着他的嘴开枪。哦，贵贵，这个画面有点难以想象啊！啊，这个画面有点难以想象。我们右上角龙四哥也是把 LKK 直接带走啊，连枪都没开出去。哇，又拿一个头，这样打下去，新手感觉基本稳了呀。如果没有起到效果，后续压不了的话，那他直接压过来了。哇，很难了。龙四哥三个淘汰。也有机会吧，嗯，有看一下吧。他得吃鸡应该有了吧，不太好说。反正现在压制，哇，最终还是绵绵。那两个淘汰的话，我们还要看一下最后的一个算分啊。五分，这波排名分加两分淘汰，七分入账。